来来啊，我是恁阿姊啦，我跟你讲，人澳洲人讲来我靠气头，只有我还在家里怎样，所以来我们去看看雪梨是怎样，有没有恢复正常啊？口罩要拔下来，快闷死了。人很少吧？今天真的很热，你看我穿这么少，今天真的很热。我觉得雪梨都已经回到正常了吧？哎，是讲我的 podcast 里底英文跟台语都混在一起的无？那我在这边干嘛讲中文？那都混在一起，哦，这人心在没歹哦。你看，我是不知道 LV 都没在打折，怎么这么多人排在外面是排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刚好带你出来的时候啊，它是那个元宵节啦，所以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灯饰，有没有？我就顺便带你去看一下。This is 哦，这是牛哦。Oh, that's it， 这是牛。很多人在这下面照相，哇塞，这人想较水。我们要吃那一家。因为离 Chloe 学校比较近，比较方便。啊，我就跟 Chloe 说，我再不出来吃饭，我就气笑。那他刚好学校在这个楼上，有没有？我就说，哎，你教书教到一半，中午 lunch time 出来跟我吃饭啊？你看，我们就非常开心的出来吃这一家，多赞嘞！人家那种椒盐那种，旁边还有那个椒盐豆，这椒盐豆好吃哦。好吃，你看好吃，好吃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，嗯，很好吃，都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你知道我还是一个蛮闲烟的人，我走到哪里都是不停的这样子的喷喷喷这样子。然后我看到这么多人是蛮兴奋的，大家啦人的数量真的很多，不过绝大部分雪梨人都还是有戴口罩，至少到目前为止啦。我那样晃一晃，我也什么东西都不敢碰。我就说吼，得过 COVID 的人吼，都出来了外口爬爬照啊，没有得过的都关在厝里。我现在想讲啊，不然出来一个啦。这件还蛮漂亮，这件还蛮漂亮的哈。咖啡通常都在这一家 Gumption， 可是这家平常人很多，今天怎么这么少、啊、奇怪，这一家我都在这家买。我是感觉上班族还没回来有差，要不然这一家通常都排到外面排的跟什么一样啊，现在都没什么人了。好、oh, Thank you。 这一家我喜欢走这个电梯，你看它这么高，就直接通到 Westview 最上面。 All the way upCheese， 新女孩子最喜欢的店，这家 Zimmerman， 大家超爱的。她的衣服很贵耶，你看随便一个 dress 都七八百块，一定要。你看啊、哦，雪梨市中心有这种熊刚狼的店，就专门在卖金子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隔离的时候，就这两年，我最常穿这一家了，我最爱这一家。我有白色跟黑色，还有现在穿这个紫色，我给你看。就是后面那件，我觉得这件很好看啊，穿起来很好看。现在还有人在 check in 吗？来看看 Uniqlo 有什么好买的。你看后面是 Uniqlo， 你看这边还是要 check in。check in 太麻烦，我就不去了。白宫从这个礼拜开始 main check in 啊，然后呢 border 也打开，往过港一旦礼拜啦，看来就是人会越来越多了。我觉得我们也是要习惯。现在在这边等他们来。在没有人的时候，终于回到 Chesu 了，好开心哦，不得了！等下去剪头发。你知道我都没出门，我都剪我自己的头发。今天我出来给 hairdresser 剪，我跟他说：“你给他全部剃掉，你看剃这么短，赞吧！” Uniqlo 上海是最神经质的，一直都有人站岗。你看现在终于没了，昨天还笑了，一直都在笑。接下来你啊，我在照你笑一下。人都是很抓狂。喜欢这个斑比什么系的？哦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我就是买这个。Oh my god！ 你看 ，little chickpea， 噔、啊，然后后面有这个，超可爱。哦、oh. yeah. ，你看他。我说真的，虽然外面都 ease restriction， 好像都没事一样，可是每天都还是快要上万例耶。所以我觉得别人不戴是他家的事，我家的口罩戴掉掉，卡塞你，你快叫健身司机啦，加西人啊，无搞我挂，我是不是加个西？我戴两层呢。所以 I'm Susie， 谢谢大家 ，I'll see you next time。